Hello， 各位芒果 TV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Hello， 芒果 TV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奥。我是金世康，我饰演的角色叫长耳朵。我饰演的角色是赵一书。那个相比理科更喜欢文科，自己是学霸不是学渣。嗯，是现实中还是剧中啊？都是。现实和剧中都是学霸。相比猫更喜欢狗。对。相比暗恋更愿意告白。嗯。相比早起更喜欢熬夜。熬夜。熬夜，我能把它放中间吗？算是吧。相比咖啡更喜欢奶茶。嗯嗯。相比现代戏更喜欢古装戏。这个都还好，都中立吧，好吧，我们中立吧。相比玩手机游戏更喜欢追剧。嗯嗯。相比手机用9键更喜欢用26键。9键。就是这种，没有反应过来，更喜欢用二十。更喜欢用26键，应该是 no 吧 ？no。啊，相比啊，我应该是 no 吧。相比一日敷一次面膜，更喜欢从不做面膜。相比出去浪，更喜欢宅在家里。喜欢宅在家里吧。宅在家里。相比旅游去海边，更喜欢去山上。海边。山上。去山上不好玩吗？太累了，家里离海边太近了，已经审美疲劳了。